11月25日，朱一龙在微博晒出一组黑白美照，并配文放风。照片中他穿着格子衬衫，外面穿着外套，单手插在裤兜里，站姿帅气十足。他手拿项链，轻放嘴边，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很是帅气迷人。据悉2018年是朱一龙的而立之年，但对于这一年的工作创作的状态到休息时间的安排，他觉得一切刚刚好，保持了自己一贯的节奏。年末之际，他也在考虑一些新的东西，进入到了新的平衡状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